是你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哎，别走嘛，要不咱们玩点别的嘛。嗯，玩啥？小童玩具。这是超市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来比一比谁买的玩具小朋友们更喜欢吧。比就比，我赢定了。哎，银河，等等我呀。啊，就剩下这些了。Oh no. 我该买什么呀？嗯，就你吧。嗯，一起来看看奥特曼们买到的玩具吧。嗯，先来看欧布奥特曼买到的玩具。哇哦，好可爱的狗狗呀，这是汪汪队里面的阿奇，它是一只警犬呢。哎，它身下有一辆警车，看这样子好像还能变形呢。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嗯，锵锵，变形完成，汽车机器人也太帅了吧！再来看银河买到的玩具，这是一本卡册。哇，捷德豪勇，时空破坏神赛钢。哇，这是哪位奥特曼呀？好像是第一次见。新生代瑞武奥特曼，这里是戴拿奥特曼。哇哦，罗索奥特曼疾风行，这是超级哥布，这里面的卡片都好稀有啊，不知道小朋友们喜欢哪个呢？嗯，这里还有两个恐龙，是帮帮龙探险队的成员，一个橙色的挖掘机，那它也会变形哦。哼哼，锵锵，变形完成！耶！这是迷惑龙波奇，波奇，探索力量变身。我叫波奇，我是迷惑龙。嘿，嘿，他是探险队里面最细心、最贴心的小伙伴。阿斗，阿斗，这是一辆铲车，好酷的铲车呀！同样可以变形哦。嗯。嘿嘿，变形完成，这是三角龙汤姆。汤姆，智慧力量变身。我是汤姆，聪明强壮的三角龙。嘿，他性格虽然有点迟钝，但很善良专一，有超级强的集中力。哦，这也太棒了吧。耶，那小朋友们更喜欢谁的玩具呢？支持银河评论一，支持欧布评论二。那我们评论区见，拜拜。